长了，哎呦！就现在来到信义 A 九的宝可梦快闪店啦。那今天呢？其实我们不是在快闪店，我们今天其实重点是，我们要去参加宝可梦初代道馆的馆主战预选赛。那不知道看这个影片的玩家们是不是已经来挑战过啦？那他们的参赛方式呢，其实是一个单淘汰制，也就是说你输一场呢，抱歉下去了。那因为 A 九这边呢，它的人数限制比较少，它是12位，不像在九号基地那边是有36位，那边就会你知道比拼比较久。不过因为你赢一把就可以多拿一个卡包，所以其实应该还是蛮多玩家会选择去九号基地参加啦。那六级就是想说，我们打完还可以逛一下快闪店嘛。那在8月6号开始呢，其实在台中还有高雄也有宝可梦快闪店啦，因为他们还有卖就是之前没有卖过的首次在台湾贩售的商品，不知道台北店有没有，我等一下去逛逛看啦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来准备一下今天的馆主战。那我今天呢带的牌组是三战脸颊 2.0， 上一次呢带去打了风桌游的女子赛，还不错，打出了6，真的是今年以来最好的战绩，不知道今天能不能维持这个胜率啦。那除了有卡包的奖励以外，还有 PR 卡，就来看6拿到什么 PR 卡咯。那最后再来简单分享6这一次升级版的战绩脸颊变得怎么样？来，我们现在呢要来抽出后补咯，因为有一些现场报道没到的，就是我的对手们了，对手们。那我今天要开始第一把啦，遇到了一个小弟弟，我可以偷偷问一下弟弟，你今年几岁吗？9岁。我真的没有欺负小朋友意思，我是真的很想赢啦。我有基础你没有基础宝可梦，好，我先预补一张啊。我烂到不行耶！我这个棋手真的是我有史以来从未见过的棋手。你才3年级，不要欺负我，可以吗？不行，我真的很想赢。那我们开始，不是我棋手是一样的。我发巢穴球，那我们巢穴球找电飞鼠嘛，然后电飞鼠再找电飞鼠，发动特性，再发动特性，再发动特性。好，那我就叫完伙伴嘛。没关系，我先给他一颗电，然后结束。以我做很多事情有没有？没有，我只是绕狼而已。对，我们只是先绕了一下伙伴。大户。许愿。哇，换你。他现在要300了，可喜可贺，我可以发电刺了。来，电刺一颗电。一个物品，我非常需要物品。没关系，那我换换。离动神，我们要那个发动特性。怎么办？我觉得弟弟现在了无生意耶，怎么办？不会退坑吧，弟弟？你不会今天就离开我们游戏吧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从此以后，我说我要讨厌这个游戏。不会啦，你很喜欢这个游戏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把刚刚那颗电嘛给帕奇利兹之后呢，发动帕奇利兹的蹭蹭发电，它可以帮有蹭蹭的人填一颗电。它有伙伴，它有伙伴了。它要拔才能打吗？它是加不是？对，它是沉不是夹。对，不是，它是它要拔。弟弟不要这样。弟弟，等一下说我要离开一个现场。弟弟，等一下一个后退。弟弟不想玩了。好啊，抽牌了。还是说，来，我要一个天空之柱，保护后排不受招式的伤害。好，然后我这边要再发动特性。啊，压牌了，压牌了，压起来，压起来。我要回家。怎么办？想回家了。不要这样子。我先进化，我再帮他们填一次电。我再使用这一招。对，无双，又一张十。好，你拔一颗嘛。好，那我抽牌，来，我这边零费撤退，换那个雷丘上来，然后呢，很坏的使用了一张叫做反击能量，它在落后的时候呢，可以升为2颗，就是随意的属性的能量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算一下数学嘛，180，那我打它150，它减30嘛。好，你要2颗才能打死这只雷丘。昨天。想要直接用长耳兔来打。交替，然后跳跃气球。这样是多少？这样是120。哇，还是刚刚好呢。120，他就死了。然后我再进化一只，然后帮他填一颗电，然后我再撤退，换雷丘又来。然后我们现在有9180180加，他没有任何东西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他也没有抗性，180，2根针，250打死。
对，然后我输了。哈？小鹿，他突然投降了。我还想说，我的明明还没有上场呢，可恶！我现在呢，默默的跟着右侧的玩家一起关怀左侧的玩家，现在剩两把了，不知道我等一下会打到什么，超紧张的。刚刚获胜的玩家有三神，三神皮杰，那还有一位是轰雷金刚星，哇，因为轰雷金刚星很厚很厚，好想赢哦！找对手了，找对手了，豆男豆男豆男，等一下还有其他卡，我要打多好，他的队友是宿命的队友，来，我们先来看我的对手，他的卡垫，太可爱了吧，是我们的桑萨。请多指教哦！我今天的棋手是什么了？我今天的棋手要加油！世界悲剧。然后我的队刚刚的对手居然在帮对手加油，太过分了。好，开始，请多指教。好，由我先攻抽张牌，大家做完再去。好，先手填。换我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有点梦想了哦。慢出锤。好。可他可以捡回来啊？不对。没关系，至少先活一下，先活一下。好，那我要发动电飞鼠特性。OK。再找一只电飞鼠。再找一只电飞鼠。OK。电飞鼠。最后呢，当然是叫帕奇利兹啊。OK。好，那我发动完特性之后呢，我气球，气球高飞。换位，给他一颗电。OK， 赞啦，有事做了。好，神秘珍宝就会到那里。好，我们趁这边在找珍宝的时候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所以那边是发生什么事？轰雷金刚星卡到不行，被三神送下去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对。哇，珍宝抓的。好。啊，进化。真不想要你进化呢，垂直可以用反面吗？好啊，这是进化机。好，耶，没有耶。他其实昨天他的墓地里面还有什么？我只用特性，七百就填一个超能给备战局，手贴回收网，然后下到备战局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要出事了！一百实力啊！我看不懂。收牌，好，勇敢手填一颗电，印章。OK， 只能印了。行，我刚手牌太烂了。刚刚在讲玛丽，我就自己在上面搞混，太惨烈了。这四张，两一帕三匹，对 ，OK， 两帕两匹，我好像只能让他起来扛了。哎，我可以输电啊？对耶，我可以填耶。好，我先进化，然后我下一张盾号无敌，然后手填珍宝丢。伟大捕捉器，那我抓乌贼王直接进化。好，突然攻击你，然后穿。感觉我已经稳稳输的状态了。好，那就全部穿它，然后打一百三十滴。好，抽牌，来，那我再发一下特性，能捞的尽量捞了，把它捞完飞走。好，我现在还是要死了，算了，我再给他反击能量。反击能？对。好，这一九颗。九二十八，一百八。嗯，好，进化。进化就打不死了。丢一颗超能，拿超梦。嗯，下来超梦。嘿，超梦特性。找谁？找谁？竹篮是不是？竹篮，下一张加奇。嗯，打掉，然后一二二好了。那我双煞，我拿两张。好，好啦，那没事做了，我也只能打死他了。对，反正就不管怎样，就打死他了。打死他，好。打死他，那我就要死了。他这边只要再一个能量，我就死了。啊！特性换位。这样真的结束了，就结束了。谢谢。好，我们要抽皮亚卡，是不是？等下就看今天可以晋级复赛，馆主复赛是谁啦？那现在要来抽皮亚，是不是？两张，哦，两张，因为我赢一把。可以。哦，乌贼王哎，可是我没有打乌贼王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呢，可惜了，在六强止步啦。但没关系，我们在快闪店结束前来逛一下快闪店。那我们从外观呢，就可以看到它摆了很多很多娃娃啦。这一次呢，我觉得跟之前的快闪店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，这应该是台湾第一次快闪店有放151吧，就是这个系列 ，Pokémon Fit 系列。因为这个是我之前啊去 Pokémon Tokyo DX 店的时候呢必买的系列，
全部都是这种小娃娃，做的超可爱的，像这个鲤鱼王，哎，不知道他们的山神鸟还有没有？因为我之前去日本的时候就是狂找山神鸟，所以它这边不止呢是151那一系列啦，还有接下来的新的系列。那因为快闪店的活动其实也要台北店要结束了，所以如果台北店没买到的玩家朋友们，哎，搞不好你也可以去台中跟高雄挖一下宝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这一次改完之后里面的样子吧。来，那我们的打手不变嘛，一样会有一只黑白龙，然后以及竹电犬，还有四只负责叫伙伴的电飞鼠。那原本放满的帕奇利兹呢，我昨天剩三张。那皮卡丘呢也是剩三张，以及两只雷球。因为刚刚有玩家在讨论，他说，哎，以前不是放满吗？但因为现在大部分呢，雷丘啊，它一颗电才打20，人家竹电犬是打30。可以的话，其实我也会想要竹电犬多放一点啦。可惜的是，因为电犬它不能吃到帕奇利兹它的蹭蹭发电，这是可惜的地方。所以你还是会想要用皮卡丘或雷丘，偶尔可以蹭一下。好，那再来就是，哎，我大赛之后呢，哎，就去收了这一张卡布秘密英灵星。雷电的部分呢，我们反击能还是留着。然后我把极光能呢放回来了，它现在是火能。好，那我这边就把我的电能呢，哎，从原本的11颗有点不太够，它现在是12颗哦。那再来是捕捉的部分嘛，然后我们放了3颗巢穴球，还有重置印章干扰对手，以及呢，刚刚大家也傻眼了一下，是我放的气球。对，就给狗狗撤退用的啦，逼不得已嘛。狗狗如果站前台，像我刚刚狗狗站前台，我们就是需要气球，那不然它也是可以给帕奇利兹啊，或者是皮卡丘来使用啊。能量转移没问题，以及针对的头带，像这种呢，就是大家都可以自由替换成自己想要针对的方向啊。那4根针也没问题，以及这个很勇敢的放了2张慢出锤，但这个前面没来，也是废了。好，那换位的离动绳，以及老大的指令。好，那我电刺原本放4，我现在变3了，因为我们为了给它一个空间，它叫做霍米加。那霍米加呢，是从你的手牌抽出最多2张宝可梦，除了巨叉以外，那你丢到弃牌区之后呢，一张就可以抽出3张卡，所以最多可以抽出6张手牌哦。好，那再来就是玛丽嘛，干扰对手啊，以及明一。明一在上一回合气绝的时候可以抽出宝可梦啊、训练家卡跟能量卡，这个虽然我今天没用到啦，但他派上场的时候，我觉得他真的很强哎。那最后就是场地卡啦，那场地卡雷霆山没有问题嘛，那可以换的就是像天空之柱，就有人也会换成其他他想要针对的啦。像我拿天空之柱其实主要是为了防多龙，那如果你想要打别的牌组的话，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换成自己需要的场地卡啦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宝可梦的关注挑战啦。哦，原来其实输了也没关系，只要你没有进到复赛呢，你还没有名额的玩家朋友们，哎，是可以到现场再来。哦，有名额还可以再来排后补，但是你不能再拿一个名额啊，你不能再抢别人的名额。印象中网络上在报名的时候你只能报名一次嘛，就是你就不能重复报名，可是你可以来现场排补位。像我们今天呢，哎，实际上报名10位才来6位，所以呢有很多玩家都是用后补补上的，后补就报了超过10位。好吧，那我们有空再来挑战看看哦，还是来抽皮亚卡的。那以上分享给大家，这是脸颊2.0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